早上了，现在是9点，太阳一下就照过来了，看到玻璃上闪闪发光，结冰了。早上好，半夜去哪里了？我半夜去哪儿了？我半夜哪都没去，在床上。冷不冷？现在好。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9点多，孩子8点半就起来那个啥了，上网课。现在我跟明明啊，去接点水去，去游客中心。那喝点清水，这么多够不够？多喝点水。够了。我帮你倒吧。自己倒。还剩4米，那白菜地的周长是多少米？白菜地的周长，咱们先来看剩下的地是一个什么形状呢？有时候有些孩子画图画得不够标。朋友们，这每天早上啊，孩子是8点半上课，但是就这里啊，我现在在康定，这里早上太阳升起来啊就有点晚啊，具体几点我不知道，反正8点半的时候太阳没升起来，很冷，然后手冻的笔都不好拿，哎，这是个问题啊。车里空间比较小，学习氛围也没有，哎，有点头疼。现在11点，这孩子啊已经上完课了，姐上完课了吧？2节课？上了4节课。早上4节课，上完了。今天上午的课都结束了。下午几点钟上？3点到几点？5点是吧？可以吃吧吃吧。早上做饭也是个问题，8点钟，你8点钟起来的对吧？太阳还没有吧？没有。然后给大家看看啊，现在虽然是11点了，但是你看这个窗户上，大家看一下这窗户上。大家看看，依旧还是冰啊，还没有化。然后上面的话已经成了水了，这里还是冰渣子。这温度也是个问题，每天。我们老乡在康定几天了？还高反吗？就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有高反了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舒服了。舒服了。现在今天就有精神了。平时没精神。前两天没精神，头疼。晚上呢，睡觉的时候心口疼。可以。来这里几天了？三四天了已经。今天是露营的第三个晚上。第三个晚上，可以，可以。现在好多了。对，大家要是来的话，在康定多待几天。起码要待个2-3天吧，他感觉自己身体没有说任何不舒服的话，再往里边走。对，适应一下海拔。对对对。佳佳明明头疼不疼？不疼，不疼就行。吃吧，这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这不好吃，这是年糕啊，这我吃着粘的，这东西是糯米做的，好吃就多吃点。早上冻得跟狗一样的，现在又冒汗了。太阳直射的冒汗，一会儿热一会儿冷，都是你的事儿啊，人家。那能怎么样？那我能怎么样？我就是女人，我就是善变。你这还有肥皂粉啊？
大家看我身后，康定情歌风景区啊，这里呢是康定，康定情歌大家都听过，以前呢叫跑马溜溜的歌，后面啊应该才改名康定情歌，挺有名的。康定情歌发源地啊，正儿八经的。这风，到达康定了，朋友们。这老婆和我们老乡啊，马变成黄马了啊。那个景区呢，确实也不太行了。然后他们现在去医院啊，做核酸了。医院那里也没地方停，就停在这路边上了，等一等他们。呀，康定的风就是大，在景区那里还没那么大的风。这媳妇儿回来了啊，坐了两个小时了，人啊。我的妈！黄了，去买点菜什么的。啊，这里买菜方便。那为什么我们做核酸的时候你不去买菜呢？咱们停在路边嘛。开始我以为我去的时候会吓住人家，结果我一去都是。然后因为我们是黄码，所以说填了好几道手续，知道吗？嗯。填了，我看进门一道，后来给了一张纸，然后又登记了一道，三道手续。嗯。然后还是单采。然后工作人员是一个工作人员，所以说就比较慢，懂了吗？懂了。好，我去了。那我看着车，我看着车，你去买菜吧，买好吃点啊。朋友们，过来拿快递啊！这是邮政，门也锁了，这可能这里边有点情况。哎，我真的是，我去买点那个牛头肉吃。行吧哈，买点这个牛头肉。一斤嘛啊，嗯，买了一斤，到上面这个川菜店啊，帮忙给拌一下，拌一下就好吃了。给。对，我们拌的话，拌不出这种川菜的味道。麻辣吗？是。嗯，麻辣的啊。今天的吧，这是高压的，没问题。来上四个吧。啊，热的不是吧？没有，现在没有人，这都是上次下午没有人。好好好，四个馒头。嗯，四个六块。嗯，好。呵呵呵，老板哪里人？西安的。西安的，陕西啊。啊，陕西南啊，我们河南的。河南的啊。这馒头挺贵的，真的。1.5一个。这边的什么都贵，这边料什么都贵。什么都贵。好了啊，这今天晚饭是有着落了。这最小的了。啊，这个多少？8元。8元。嗯。哎呀，有点大，再小的没有了。再小的没得。再买点卤肉。哎，慢点来。几抓咱买。抓啊，要的吧？多少这个鸡爪？45。45。哎，45。还是这个电动车方便，没有这个的话，那真的是不太行。馒头怎么样？好吃。咱们吃这个牛头肉。嗯，你拌的味道确实可以，川味儿，麻麻辣辣。啊。嗯。妈妈给你吃馒头。嗯。大家看看这个肉，
吃的挺薄的啊。嗯，我错了，真的香，真愁巴脑的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。吃饱喝足，现在就走啊，上折多山。这个车就是送菜的，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晚，他直接把东西给我了，我还去给这个修理厂。一个这个润唇膏啊，还有两个胶带，两个小孩一人一卷，他们喜欢粘粘的。给，给我一点。我这个车之前换过那个节温器，现在老是低温啊，低温的话费油，然后天气冷。你开个暖风的话没暖风，这让老板帮忙看看。前面这几个山太高了，上面全是雪。这是终州山吗？不是，马上到折多山的山顶。到站了啊，先看看我这玻璃上这个风景，这已经够好的了，再看看这里，嘿嘿嘿，专门带小孩来这地方看看啊。大家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晚上风景不好啊，白天你看前面那个特别高的山啊，我去过那里，明天给大家看。这个是买的玉米啊，确实放不下了，放到上面。看我佳佳拍的，嘿嘿。哎，佳佳呀，好不好看你就直接说。好看。好看，像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看到过这种景没？没有。没有，也看见过，有点少，是不是？嗯。红，哎，不是红，黄、蓝、白渐变色，知道吧？嗯。渐变的，明明看到了没？嗯。黄不黄？这真是到天边了啊，感觉。嗯，